靠地道从不个空间，动到中年为带动计划随意散步。不过比道方也跟认同计划的冲突，就算在公园地度没停车而用锁的牵绊，造成一条计划没办法自由发通。故所在的从不尊用公园的需求没见到建构，外观新竹市同桃园市的案例比较。台计划、小计划、同方式的招来招去，在公园发发的草坪上搞到同快乐。近地向每位计划的家庭越来越多，各人士开始喜欢宠物运动的场所。像个长期用的新竹左岸旧公园，除非比到季节结了，在路边发通空间唔大的问题。如果可以特别规划一个空间，比如说像宠物公园这样的地方，让他们有地方去活动，释放掉过多的精力，这样对他们健康是好的。一些跑跳的一些很特殊的设施，那些设施其实都是我们的整个动保团体，他们也要求我们希望能够帮，就是说帮狗狗公园能够增加更好的一些特色。不过沙桥公园无人改，唔但请按游览法嘅土地，村内还会设较为重要嘅涉水台，带一旁还个游乐设施，体现西行嘅较为未会搬开来发通。狗狗它在宠物公园，它的运动的模式，我认为还是可能会需要个别的去规划。然后出去，它可能太热情，或者是太害怕，它不知道遇到其他狗狗要怎么样互动，那可能就会有一些摩擦。来看廿几年桃园市许多暗格暗道的宠物公园，一度唔但只无粉色场地，又着围栏装备一般天天，又着空间太狭，无去维护，前面沙边做通过乌屎乌尿的素材。佮有啲人落去讲啊，那底部垃圾物个时候全部要替代，对无？讲啊，吐落去外面唔敢吐落去啊。无好好维护的公园，见面老宠物都唔敢利用。在到暗道的场所，本来是味道宠物的建议，一下狮子虎强跑先停下来上看啊。安样的规划，将每本记录变作行行无用道的公园。下个新闻，吴祥平、梁坚、桃园新竹综合报道。